好，我们来写乌镇的诗啊，乌镇的诗，万润，万，从上而下，画边，然后下按下来，横画出去进来，然后从这里靠近，回收，从这里往上面再按，那以后慢慢的有点点圆再过来，上去，换，下来，上去。点回来，万润，润呢是人字部下来回收，然后一个刀刃过来按，有点斜斜的，刀要斜才锋利哈。好，万润，这样斜过来，点在这里，万润，万润，啊，万润苍山，苍怎么写呢？草字头，但是这个草不能写太长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这样过来就好了。然后从这里左边，在这里可以出去，重慢慢出去，不必太重啊。然后点，然后这样上去下来，旁边这样过来，然后单叶皮上去按进，往旁边回收回来，苍山，山中间下来。放下来以后，往旁边接，然后从这里回来，然后从这里再下来一点点。苍山，百尺楼，百，从左到右，有点带风的啊，从右上去重一点点回来，往这里下来，再从这里下，上来，往上提，按下来，直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从这里一、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。百尺楼，尺从这上去下来，回去从这里诶下来，往旁边接，从这里上再下按重，往旁边慢慢出去。百尺好，楼的写法好，看一下哈，楼从这里进来，靠左写，诶勾起来，从这里出来点，从这里过来，诶下来平行，再来一画。画像，再上来平行下，好，从上而下，然后从这里一个女，往右下，然后再过来平的出去，从这里往右上纵回收回来，百尺楼。再来呢，西风吹送满园秋，西风的西，从这里按纵上去，回收回来，从这里往下。下再往上按下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以后往旁边再往右边写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哎，这样过来就好。好，西风，西风吹送晚凝秋，风这样写，转一下往旁边写过来，然后再从这里绕上来，再下，再往内，再往外按了以后再上去，内，好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西风上去按下来。上过来，直的，再到这里稍微带一下下，上过来，西风，啊，吹送，吹送的吹一个口下来，上去，下以后，这样回收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进来，上去，下来，然后站直的，再弯，这样下往旁边出去哦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吹送，送的写法好，送呢，一个点，那一个撇。下来，往右上斜，再来右上斜，好，从这里下来，点，下来，好，这里下，上去，下来，拉长，点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哎，往下，往旁边平的出去，好，吹送，吹送满园秋啊，满，一点，两点，再来出去，然后林呢可以这样写哦，满可以这样写哦，这样对不对？好。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再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下，再上来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弯了一下下，有没有？再上去，然后呢，一点，两点，可以这样写，满林秋，林，一上去下来，哎，弯过来过，从这里，哎，出去点，从这里拉长一点点，好，这样一样，这个有个落差，再稍长哈，两边不一样长，好，这样出去。重慢慢出去，按零，好，再来是秋，秋，
好，一个河，河的写法在这里哈，从这里左边过来，从这里下来，有点弯，再上去，从这里出来，然后点撇，然后站直了，再弯过来，从这里下，往旁边出去哦，门就好。再来，书中摇落空庭里，书中的书，那这个书呢，我们写成这个书好了，好，这样下来，对不对？点，然后这样下来，从左到右，然后点，然后从左到右哦，然后从这里下上去，点，回收，从这里往外，再直的下来，然后呢，平行又往外一点点回收，书中，中呢，金字旁，书中转过来，点，从这里一二上下来，点，转过来，好，点一个立。右上，对过来，上去，下来，上来，下，一，二，然后从这里下来哦，我从这里平行，再平行过来，书中，好，书中，好，书中，摇落空庭里，摇，摇的写法看一下哈，是这样写的，撇，一，二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。电话稍长，下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好，摇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往下，旁边重，慢慢出去，好，摇，摇落，落的写法哈，草字头，这样点点点上去，旁边下来，往下，再往旁边按重，慢慢出去，好，然后中间的写，下来。平回收，摇落，空庭里空蜘蛛下来哈，竖点下回收上去按重下来，平行空然后从这里下来哦，重回收回来，空庭停呢从这里点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下一。二，然后呢？这样过来，按下来，这样过来。喂，从这里往后，再往前，再出来。空庭里，里呢？里的写法好，我们写成这个里好了，要不然太长了哈。这样个里，但是这个也有点问题，就是说两边高度会差，比较麻烦哈。这样对不对？上去下来，这样过来，那可能会左边比较低一点，比较高一点点。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过来，这个没有那么长，但是显得就比较宽哈。宫廷里，好，晋属营丘比里说晋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这样过来，中间，好，上来，下，这样对不对？一点，两点，三点，四点，好，从这里下，上去，下来，一。二，左边往右上斜，重回收回来，好，进数的写法哈，从这里上去下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呢，一个蜀国的蜀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右上下来，这样就好勾起来，一个从。怎么样？从左边到右边，进数，迎秋，迎，一二两个火，这个比较难写，就是说这个火的白话，然后如果摆太长了就不好写哈。好，那再来是两个口，那当然你也可以说火把它连在一起，可以哈。这样对不对？下来回收，回正哈，迎秋，迎秋。秋是有复字旁的秋，看一下秋的写法，好，这样过来，撇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从左到右上去，然后从这里上去下来，上去，从这里下，全真全真，迎秋，笔底说，笔呢，我们可以写成，草字头或者是竹字头都可以，但是草字头可以写从这里左边到右边写，
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二三啊，中间竖画，悬针画。如果这个悬针写不好，那其实真是，功力不够啊。笔底收底，从这里点，然后从这里往右边写下来，撇，然后下来上去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绕过来，这样子点上去，点在这里笔底，好收收的写法好，看这里哦，这样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哎，右上，从这里过来，撇，从这里往下，再往旁边慢慢纵横上去哦。笔底收好，这是我们要写的楷书。好，贬无证啊，我算是，无证啊，无证。李应秋真迹，题画啊，李应秋，诗，李应秋真迹。迎秋，真迹，好，新宠，秋，月，无，季，真。书，好，打开，好，OK，好，我们来落款，前印，看一下哈，好，到这里哈，好，姓名。万仞苍山百尺楼，西风吹送满林秋。书中摇落空庭里，尽数迎秋，笔底收。吴镇诗李迎秋真迹，辛丑秋月吴起真书。